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丽如医师。以后呢几集咧，我都会为大家咧介绍一啲都市人需要做嘅保健 DIY 方法。咁我而家现在咧为你介绍咧，首先第一个咧就系腹式呼吸，因为咧呼吸咧系对于人嘅身体嘅基本咧系最重要嘅一环。咁但系好可惜，因为我哋通常咧都会系遗忘咗。但系如果我哋能够回复翻只 BB 咁样咧，用丹田去呼吸嘅，咁呢个方法咧唔好遗忘就系用要口呼鼻吸。咁喺呼嘅時候咧，個肚腩係會縮入去；吸嘅時候，個肚腩係會膨脹。咁如果你用咗呢個做你生活習慣，每日保持做10次啦，你唔單止可以減肥，你仲可以保健。咁個原理喺邊度咧？個原理就係因為喺呢個腹式呼吸嘅方法裏面咧，將我哋嘅橫膈膜升降，五臟六腑咧係可以做到按摩。咁而呢個按摩之後咧，就會令到我哋嘅消化系統同埋氣機系統都會有個改善嘅。